让我脱离杀业，那真是非常的感谢慈悲，很谢谢我的那个云宝师跟云传师这样。对，那后学也很相信因果轮回，种什么因得什么果。那在课程刚有讲到木莲，木莲经有讲到，为善必长，为善不长，足有余殃，殃尽必长。那其实为恶也就是相反。那后学相信我们的缘可以助因，那善善良是一种选择，接善缘更是一种我们自身的能力。所以后学觉得说，既然已经了解了这个道理，那我们就应该要朝更好的方向继续做努力。那后学希望就是这场敦化班之后能够就是可以亲口了愿这样子。对，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